此人神位，叹为观止。嬷嬷侠一天不出，我心一天不安。强攻难克，不如智取。既然五行之法在他心中，就从他心里抹去吧。实为良策。哼，明慧。主人。 让嬷嬷侠必是在混沌中，必不负主人信任。我的心肝脾肺肾呢？这河水滋润了很多神灵，我想起我曾经在河边修炼。黑色杂质，这水有问题。好喝。 你说什么？我好晕，我这就来救你。救他，自身难保了。好疼，这是。 哪里？组长，他醒了。别过来！组长小心，他的神智不太清醒。你们是谁？要对我怎样？我是谁？哎呀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，黎。黎，我叫黎。 你是我们蛇族最后的猎手，上次围猎你误食有毒的野果，昏迷了三天。我，猎手，昏迷？现在你醒了，天佑我大蛇族！哎呦，我不太记得了，我要想想。慢慢来，族群欢迎你的回归。 从未见过这么庞大的野猪，那不是野猪，是邪灵的化身。邪灵？这邪灵常年危害生灵，我们族人也惨遭他的伤害。今天一定要除了这个孽畜！ 邪灵力大，我们不想陷阱，将他赶去陷落，就能擒住。被发现了！扶住他！呀，去！ 别让他跑了！ 路不通，交通管制。哼，进去。中计了。哦，哦，这个邪灵，真狡猾，小心蹄子。这家伙好像有感情。 狡猾的邪灵假装演戏，把它抬回去。这叶子，敬伟大的神灵赐予我们丰衣足食。 干杯！干杯！到底在哪里见过呢？你看起来行事重重，总觉得忘记了重要的人。世事多变迁，就让往事如烟吧。明天还有一件神圣任务，需要你的力量。这样吗？ 走去祭坛。
哦哦，远古邪灵，凶狠残暴，残害生灵，天地不容。天地不容，天地不容，天地不容，天地不容。邪灵，现出真面目吧！你是？是谁？我族英雄来结束这邪灵的生命。啊！我？只有最强的猎手才能彻底斩断邪恶。这……斩除邪灵，万我大赦！斩除邪灵，万我大赦！斩除邪灵，万我大赦！好吧。我不是李，我是孔大人，我是摸摸侠，你到底是谁？啊，嘿嘿，另外虚构的幻境破灭了。哼，教我好事，幻梦诸散。全都消失了。幻梦诸散，恭迎飞蛇大人变身。好水，木，火，土，金，唤醒正义，守护家园，我是摸摸侠。诸伞攻顶飞蛇，元素之力，流金，你草率继承摸摸之力，《本草纲目》同意了吗？幻梦诸伞，恭迎飞蛇。伞人要磕屁股了！元素之力，流金。先停止了伞舞旋转，再来试试这招金蛇狂舞。雨水中有迷幻之毒，触碰会再次进入幻境。我的心肝脾肺肾也太难对付了吧！躲到什么时候？有办法了！元素之力，神木！飞蛾扑火，愚蠢的小把戏，我可玩够了！幻梦诸伞，金蛇狂舞。刃如腾雾，迅如烈火，骨如梦骨，坚如真金，灵如流水。神木摸摸侠，你在打哪里？你还是自求多福吧。毒雨被吸收了。没有机会了！幻梦诸伞，元素之力，巨长吞噬，这不符合本草纲目。我没有伤到你吧，摸摸侠？没有，我们不打不相识。明慧，明慧会陪你一起前进。御手明慧回归，十二御手只缺最后两名了。
魔魔战队就要聚齐了，走吧。